我哋發覺啦，如果你 TT 聲急入轉有可能越嚟越好。有三個數據話俾我知，你將來哮喘機會入院機會係大。第一，如果女仔，如果個係個女仔嘅話咧，比較難咧，所謂斷命。點解？點解咧？其實同文獻好啱啊。頭兩三年咧，女仔氣管係粗過男仔嘅。咁即係如果你粗過男仔，你都喘嘅話咧，定係過度反應啦，定係咁變咗咧？而男仔係佢條氣管係窄啲啊嘛，咁咪容易咧係個大嗰時候會粗翻啲，就容易啲係斷尾。所以如果女仔都會喘嘅話咧，將來持續機會係大嘅。第二就係咧，如果你對嘢佢塵螨啊、貓狗過敏嘅話咧，你將來哮喘入院機會係大嘅。是兩三接近三倍啦，兩倍啦，同埋次數啦。如果兩歲至六歲之間入院次數越喘息睇醫生嘅次數越多嘅話咧，將來哮喘機會都大。咁咧，依三個數據話俾我知咧，咩人會將來哮喘入院咧？就係女仔啦，過敏性反應係陽性啦，同埋入院次數係高嘅。